也跟朋友朋友也朋友朋友一定的也对对对啊，他这位可以也可以过啊，也查不到你说左边我就马上左边，那咱就往前的拐，你看我靠边啊，你看靠边，靠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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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过来。我们提醒朋友们千万不要也去意念开车，在路上安全还要数第一。这些建筑呢，都是王林先生参与投资兴建的。王林已经为家乡建设集资了900多万元人民币。他就这么数，刚进那头数不能靠，这数不能靠，这数自然又蹦一下就可以。看到吗？看得到吗？看到了。这么你听了我说的，我这么个意念呢，我就一直要在这边。有个要求，这个手要蹦它一下，如果不蹦它的，没事，吃点东西。怎么样蹦？手啊，靠一下，你看到没有？是吧？放着，放着，对吧？放哪？抓紧啊！你要拍几下？嗯，放哪？放哪？抓紧啊！王林回家乡练功，往往找人迹罕至的山林，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静坐在一块巨大的山石上，吸收大自然的精灵之气。他说，只有回到家乡与大自然交流，我的功能功力才能保持和增长，就像汽车大修一样，全身心得到了调节。你看王林的这个摇晃下蹲的动作多像一条蛇呀。在王林练功的周围经常呢聚集着许多的大小动物，静静地看着他练功。有一次王林看到身旁来了一只鹿，他猛地喝了一声，吓得这只鹿连滚带爬逃窜而去。王林曾经总结了自己的练功体会，写出了独特的练功功法，在家乡普及，使许多老表的身心呢都得到了调节和改善。王林性格呢开朗，喜怒鲜明，爱憎分明，乡亲们找他办事的不少，他往往呢都痛快地答应。但是啊，他要是知道对方干了什么违法的事，他也会勃然大怒，断然拒绝的。当天晚上在宜丰县委招待所204号房间，王林呢又给当地的一些领导和慕名赶来的乡亲们做了搬运活蛇的表演。开始。这是临时从招待所房间的桌上抽出的一个抽屉，全当道具。全部站一些的。这个房间比较小，四周呢又都挤满了观众，看来要想作弊大概是不可能的。王林呀、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近距离的表演了。你这还没开工，这个幕后都不行的。要这样，你快点，对对对，麻烦你赶我的哈，好吧，记得我说生日分手不说。是我那个脸，可能没。又大师的面孔了。摆够你了，摆够你了。那你这啥？你这啥？那你呢？你拿到？拿到这个是吧？等一下啊，妈，你烧纸烧没？叫你烧就不能烧啊。那你烧你的。你那火。把你拿上，我来点火。等一下啊，哎，你别给我烧这些东西，我们烧成那个地毯的了啊。是。等一下。
啊，烧吧，行吧。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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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怎么干出来呀？就搁进那袋子吧，放在袋子里面做了，行不行？放袋子里边，放袋子里好烂一些。哎，别挡了，咱跑去了呀！放到袋子去，放袋子算了。他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到怡凤来一次，每次来都要给我们表演。那您看了好多遍了、看了好多遍了、每次来表演呢都有好多人来看、这个师母们呢都感到啊非常真实，大饱眼福、而且感到非常神奇。确实是真实的啊！您看了好多遍了，看了好多遍了，九月和了十月看了、还有其他更精彩的节目都看过。过去我就听说过，反正是没看到，就是有幸看到，确实是真实的。我跟王林啊，他就是是我的老师。哦，他是您的老师啊？就是老师，因为我们是老乡啊。啊，老乡啊，他这个名气是吧？表演的嘛，我真的是不过小小的真掐架。真掐架就是好，很好。于书记，您刚才拿的那钱是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看来你也想跟这个大师学两手，是不是？哎，我肯定跟他学两手。我跟他也是第一次见面的。那您从政法的角度来审判一下，这个事儿是真实的，是，还是怎么样？伪造的，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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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王先生，您说呢？哎，是真实的。王大叔的这个功夫啊，真奇。王爱人呢，这个原来这个乳腺啊，有个肿块呢，他换了济公以后啊，就好了。灵机就灵，灵光见影，现在就好了，现在没有痛苦了。我姐姐腿呢甩了一跤，甩了一跤以后啊，到医院去拍了片子，拍了五次，最后走了好久啊，还是不能走路，还是拐跤。最后王大师来了，他给他看一下，他又不要拍片子，就这样看，有十多层纱布包着。结果他一看，他就知道他这个位置甩在哪里，里面骨折的位置和医院拍了五百片子的位置说的是一样的。最后他用气功治疗，三天之内把我姐姐会走路，就三天之内我姐姐真的走路了，走路就回家去了。现在情况很好，现在情况和平时的好人一样走。从治疗到现在多长时间？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还是夏天的时候。这是王大师啊，妙手回春。现在我们前线呢，这个已经有几千人了，都在那里练气功，在王大叔的这个气功的带领下啊，这个我们县委县政府呢也很支持。我们的这个特意组织啊，气功协会，还有王林气功国际研究中心，我们成立了一个。前不久呢，我们召开了一个成立大会，请了王大叔呢在大会上给大家做了报告，也做了表演。大家听了以后啊，十分高兴，是吧？通过这个练气功以后啊，现在这个前线的，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啊，离地区老同志啊，这个医药费呢显著的下降。身体也比原来好了。愉快的一天结束，王林先生神奇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们产生了许多联想和强烈的探究之心。王林先生告别了家乡父老，又驱车回往南昌，路过当地的一个古迹万寿寺，他与朋友们去玩。王林说，特异功能气功与神鬼迷信毫不相干，他从来不拜任何神位牌位。
他说特异功能多少带点天性，另外爱好刻苦也能出奇迹。问他一般人要是苦练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他说80%-90%都可以达到，但是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要有时间和恒心。帮你拿吃吧，吃吃去吧，嗯，使劲呢，你不许挨揍，挨的，那那那头，哎，你这眼睛，小眼睛，小眼睛，然后使劲啊，太劲了，太劲了，再大劲也挺不睡呀，拉拉拉。大师，大师能把这个给你们治了吗？大师肯定能，管你们是啥，这个娃娃就是的。快找去吧，你走去，你快找去，这不好去吧。没事没事，我看他是怎么样，还有证明，咋不理你？接着打个牌，打个牌。